我刚咬了自己一口，确定我没有在做梦。你从大哥房间出来，该不会你们打架？大哥还好吗？孩子，不喜欢啊？没有不喜欢。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笑？只是单纯觉得有人穿这么帅来接我下班，挺好。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大哥？是。那我要叫你哥哥还是大嫂？你怎么这么不浪漫了、不要说不浪漫，说浪漫起来哦，连我自己都不怕。王教练，这有啥不浪漫？下次不要这么对。魏晨啊，我是跟小雨在一起。如果你怕影响到公司，我可以。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样很好。有什么事情，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还重要。我刚刚看到谦哥跟小远在，哇，就在一起了。这个能够好哥哥，我是一个怪咖，反正也没差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还能剩下的那个不离不弃的，是幸运吧。你的视神经长期被血块压迫，已经有功能衰退状况，像这样的手术啊，可能不能保证一点没有问题，你考虑一下。我哥哥万一真的怎么样，不要管我好不好？